还是个梦啊？啊！小心，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嘛？我吃坏了肚子，刚才去方便了一下。乐乐，你刚才做噩梦了？哪有，我是在想明天的行程啊。真是的，别装成妖怪吓人好吗？啊，妖怪？妖怪呀、哎呀，别叫这么大声好吗？这也好害怕的。哎呀呀呀，是谁修好了死坏的天线呢？技术不错，很有本天才的风范呢。老大，是我。为了装好它，我可是苦读了几天的维修书啊。哦，可是我明明记得修天线需要用到一种型号的部件，在制造九尾狐通讯装置时已经用完了呀。嘿，老大真好记性。不过为了基地以后的观影体验，我又在九尾狐身上把它拆下来了。你这个笨蛋。那这样九尾狐不就不受基地控制了吗？到时候怎么下命令啊？老大，九尾狐不受控制会怎样啊？哎呀，九尾狐生性残暴，攻击力爆表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有可能会牵扯到整个区域，到时候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可是老大，这不刚好吗？这样对付司徒乐和钢铁飞龙才能更加提升成功率啊。对呀，我为什么要管它涉及区域的问题呢？只要能解决司徒乐和钢铁飞龙，多少区域给破坏都在所不惜呀。好，九尾狐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老大，九尾狐正在前往迷雾森林，而且司徒乐也在那里哦。很好，司徒乐，这次你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乐乐，怎么无精打采的？昨晚没休息好吗？我一想起还没有打败天网这个大坏蛋，拯救未来的人们，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英雄的责任，十分的悲伤啊。假话，是做噩梦了吧？哎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说的。小心你这个乌鸦嘴。乐乐，这个迷雾森林确实很恐怖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没有，我的胆子可非常大呢，区区一个小树林而已。乐乐，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妖怪，那只是一个梦而已，不能说明什么。有很多看上去匪夷所思的自然现象，像是妖怪做的，小孩子看到容易误认为是妖怪呢。世界上真的有妖怪？我亲眼看过的。其实我从前也见过妖怪。真的？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见过一次。乐乐，你看到妖怪是什么样子的？它有一双寒光四射的大眼睛，惨白的身体，它环绕着鬼火。对对，就好像它这样，所以你说怎么可能不害怕？妈呀，我不要再接近了，不要再接近了，森林里有妖怪啊。乐乐，不用担心，遇到妖怪我们会保护你的。那谁来保护我呀？
走了。这不是我下乐乐的白布吗？难道我们一直在迷雾里兜圈子？好凉！难道是妖怪？怎么了？你不是不相信有妖怪存在的吗？乐乐，你的后面！这家伙是九尾狐。九尾狐？哦，这名字我知道，我在怪兽图鉴里看过，还真是眼睛发光、身上着火的白家伙呀，说什么像什么。原来是天网的机器人，果然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妖魔鬼怪，害得我担惊受怕的。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钢铁飞龙，神兽武装！怎么躲起来了？胆小鬼，快出来！好冷，怎么会这么冷？是冷艳吗？可恶，既然如此，我跟你拼了！完蛋了，我会被冻死的！为什么刚才抓我的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？不痛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它的尾巴不太牢固，所以使不出力量？那我就试试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尾巴为什么会掉落的？明明我都安装牢固的呀。之前升级信号机的时候，把九尾尾巴的几个螺丝都拆下来用了，所以忘记装回去了。你这个蠢货！
天王，你的手下都完蛋了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有强大的魔晶，可以升级山海兽。这就是魔晶的力量吗？真是令人沉醉呀！哈哈哈哈！天王，谢谢你送我离别前的最后一件礼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大，醒醒啊，老大！老大肯定还没脱离幻觉。啊！你们还在？真是太好了！哼，老大，你刚才怎么了？我刚才没什么呀。对了，大笨，我记得我们本来是在迷雾森林测试变大版的九尾狐，为什么现在在基地里呀？九尾狐在强化后会释放出一种可以让人陷入内心深度恐惧的迷雾。您不小心吸入了过多迷雾，产生了幻觉。刚好司徒乐他们也向森林深处走来，我们怕您有不测，就带您回来了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们怕您有不测。不，再往前。司徒乐他们也往迷雾森林走来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既然司徒乐也来了那片森林，我们也要招待他一下才行。你说谁是胆小鬼？哼，被噩梦吓尿了裤子。你不是胆小鬼，难道是勇敢的战士吗？你们也是人啊，难道没有害怕的东西吗？当然，作为精英的钢铁飞龙战士，我当然什么都不怕。是天王，十月，我们快打败他！怎么没反应？你们都怎么了？那可是大坏蛋天王啊！我们快变身啊！对不起，乐乐，我们发现你不是真正的英雄。天王才是真正我们要找的英雄。什么？不是吧？他可是个大坏蛋啊！我是司徒乐，我才是你们要找的英雄啊！小心，连你也认为天王才是真正的英雄吗？乐乐，对不起，你和天王比差太远了。不要啊，我会刻苦训练的，你们不要离开我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离开我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。乐乐，乐乐，乐乐，怎么样？你终于承认你是胆小鬼了吧？你说的对，我是胆小鬼，我不是英雄，我不配驾驶这么帅气的神圣机甲。乐乐，你要打起精神来啊！我和你只是开个玩笑啊。你还要打败天王回家呢。 Maggie， 你们快去劝劝乐乐啊。因为你这个笨蛋说了多余的话，乐乐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难道要我们靠你来变身机甲打败天王吗？我没有。我小心，你没有资格当钢铁飞龙的成员了，你被开除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乐乐，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，乐乐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乐乐，乐乐，乐乐，我会刻苦训练的，你们不要离开我。该不会刚才那一下给撞傻了吧？我试试叫醒他们。
哇，要不要这么狠啊？哦，啊，乐乐，你醒了。乐乐，你没有走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？啊，这感觉又开始了。看来的确是雾气搞的鬼。对了，进入机甲不就没事了吗？我真是个天才，神兽绝如，机甲召唤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天王，躲躲闪闪算什么本事？我一定要把你那堆破铜烂铁打个稀巴烂。就凭你的速度是没有办法攻击到我的九尾的。好，我看你还怎么跑。你被我打败了，我赢了。哇，这么多，怎么做到的？这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哈哈，司徒乐，怎么样？这可是我新发明的分身系统，你有本事就找到我的真身啊。司徒乐，怎么样？难道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了吗？嗯，这只九尾好像和其他的九尾不一样啊，而且一直没有发动攻击，难道他就是真身？司徒乐，这次真的是再见了。司徒乐，你躲也没有用，这次我赢定了。找到你了，嘿嘿，我的分身们，给我撕碎神兽机甲。什么假人？我用假人吸引了保护你的分身，目的是在浓雾中悄悄走到你的身后偷袭你。承你贵言，这次是真的结束了。
定会回来的。耶，太好了，赢了。这俩人的关系最近好像很要好啊。队伍团结是一件好事，希望一直都是这样。根据仪器显示，左边是最近的道路啊。我觉得应该走右边。是左边啦，我定的方向是没错的。是右边啦，我的直觉从没出错。是左边。是右边。是左边。